这则影片开头真的非常的奇怪，我坐在机场的 buggy 上面，说有多丢脸就有多丢脸，我天！原因是因为我上一班飞机大 delay， 造成我抵达新加坡机场的时候，我只剩下30分钟的转机时间，然后这也造就了我这一趟刻骨铭心的沙烏地航空飞行体验，真的是大傻眼，太夸张太夸张，飞觉得好像快赶不上我的飞机。今天我们搭乘的是沙烏地航空 SV789， 由新加坡前往利雅得的航班，那它也比较特别，它中停的马尔蒂夫。刚刚在柜台那边跟他吵了老半天，就为了行李好像会跟不上我本人到法兰克福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穿这个样子，然后法兰克福大概只有3度左右，然后我就只有一件衣服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会被冷死。这趟飞行真的是毕生难忘，而且行李全部给你丢光光。12月的新加坡仍是艳阳高照，但位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却已经是冰雪满天了。眼看这个温差，所以可想而知丢掉行李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噩梦啊！所以在柜台得知我行李可能会接不上这一班航班时，我整个就觉得很焦虑，我都没有好好享受到整个航程。但是难得能搭一次沙烏地航空，还是想要好好记录介绍给大家喽。OK， 那就先拿个野枣压压惊。虽然我从来没有打开吃过，有人知道它的味道吗？这就是一杯拉得好高的阿拉伯咖啡。这边因为有了很多的小豆蔻，所以它颜色很神奇的呈现了黄色，口感比一般意式咖啡还要清淡，而且含有满满的香料味，很特别，也还蛮喜欢的。接着，空服员递来了一大盒的过夜包，是与意大利针织衫品牌 Missoni 的联名款。不过我还真没有涉略过他家的东西，不过它整个外包装非常的有质感。这趟航班直飞的机型是波音789，整个座椅间的设备配置器跟华航大同小异哦。座椅的侧边有两个掀盖式的置物柜，左边的这个好小，可能只能放一些随身的杂物，但右边的这个就真的哇哦，空间又大又深。屏幕控制器也是藏在这个置物柜里面。PSP 型的好处就是所有航班资讯都可以从这上面看到，边有一个万国插座，但最夸张的是，竟然这边有4个 USB 充电座啊！这个是被我遗弃的野照，但我真的是没有勇气去尝试它。下方有个控制座椅灯光的荧幕面板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上锁的机制特别好，因为就不会说手不小心压到啊，结果整个椅背无预警的提起来，真的是要吓死谁。在这边各种座椅的角度都可以调控得到，真的是很赞。右手边则是有一个可以升降的，这算是扶手吧。打开里面有一个不小的置物空间，但我觉得东西会非常容易忘在这里面。这款座椅真的是哪都可以放东西，连水都有自己的位置哦。脚部空间也还不错，不会显得很卡。搭乘沙航还是维持旧款的涂装，虽然我真的觉得新款好丑。餐桌的部分可以上下推移，那打开也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桌面。不过这个餐桌的位置真的是很差哦，搭几次膝盖淤青几次，因为平躺的时候它会刚好在你膝盖的正上方，所以如果你突然坐起来会直接撞下去，超痛。还好好不容易赶上这个飞机，因为刚刚那班飞机真的是 delay 太久太久，以至于我的鞋底下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上这台飞机，所以我现在都只能穿短袖的，然后等上到法兰克福。都大概是-3度、-1度到-3度，所以说我家直接等着被冷死。我已经两次搭沙，然后行李不见，真是水逆人生。哎，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命啊！不过现在也到了起飞的时间了，搭到这种新机种也都是要记得系上肩带哦。哦，对了，这边也要补充一下，沙航的这个抗噪耳机真的是有够厉害哦。接下来带大家听一下中东级航空在起飞前都会播放的助导。好的，那先抛开一切的坏心情，我们即将先前往第一个停靠站马尔蒂夫。从新加坡一路向西飞行到马尔蒂夫大约是4个小时的航程啊，这也是沙航比较特别的一个第5航权航班。在这第一段航程间，沙航也会提供第一餐晚餐的部分。这小坚果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迎宾小点，但却离奇的好吃。哦，对了，这边要非常的去提醒大家一下，沙烏地航空都是 dry flight， 也就是它的航班上面不提供任何的酒精性饮料。所以像一般商务舱很常看到的迎宾香槟餐旗配酒，这都是没有的。所以整趟飞行下来，我真的很少在沙烏地航空上面看到老爱喝酒的西方人。
而且沙航的上菜方式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哦，很像那种头等舱的上菜方式，什么东西都会帮你一个个摆好，那何不一个托盘这样砰的全上嘞。今天的晚餐吃的很丰盛哦，那我选择的是鳕鱼套餐，鳕鱼旁边配着的是蘑菇还有芦笋等等的青菜， side dish 的部分我则是选了烤马铃薯，看下去琳琅满目，非常的丰盛，但它其实就是面包啊，然后前菜沙拉还有主菜的部分一次全上。沙航的餐食确实蛮出乎我意料的，因为本来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中东料理可能不太合口味，结果我反而吃得欲罢不能哦。马铃薯的皮烤得好脆好香，而且鳕鱼吃起来也好鲜甜，我郑重为我的浅见对沙乌地航空说声抱歉，它的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只有水果的部分是另外再送上的，而且它水果的种类非常多，真的非常的加分。但是重点来了，连水果也都好好吃哦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是新加坡出发的缘故，所以才会这么合我的口味。接着我们也即将抵达了第一个中停站马尔蒂夫，落地马尔蒂夫后会在这边先下了一批乘客，也会再接了另外一批上飞机。然后像我这种要继续续飞到利雅得的，则是直接待在飞机上面，不需要下飞机再过其他的安检程序。这个中庭大约是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之间会有很多机务啊或是打扫人员上来清理飞机，而且灯光又会被全开亮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。接着就看到了第二批乘客开始上飞机，其实很吵，就乒乒乓乓的，真的没有办法休息，于是就利用这个空档时间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过夜包里面的东西。首先里面有提供了眼罩，还有张小卡，耳塞也是少不了的，还有一双袜，接着是梳子，还有保湿乳液跟牙膏牙刷，甚至还有四镜布，还有一个像是面膜泥之类的东西。哇，真没想到这一小盒里面卧虎藏龙，藏了这么多东西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它内里的花纹非常的好看哦。很快的也登机完毕，结果出发到利雅得的商务舱竟然没有坐满。经过刚刚那一个小时中庭的折腾，也开始有些困意。沙航请君主的部分给的是一个非常蓬松的羽绒枕，我觉得这个航班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第一段航程是五个小时，第二段航程也是五个小时，中间还要起来重睡，所以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累，而且它的被子给的像是毛毯一样，有一点太薄了。不过沙航是没有提供铺床服务的，就是椅子放平之后可以直接开睡，这种座椅的宽度确实不错，都还有空间可以侧翻，差就差在前面那个桌板真的是太常让人家的膝盖淤青了，一个不小心啊就会撞得哇哇叫。果真是睡得不太好啊，才熟睡个三个小时就要被叫起来吃早餐了，所以这也是我一向以来不太喜欢飞中东航空公司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服务不好或餐食不好，而是它中间要起来重睡。不过我觉得整趟沙乌地航空的飞行体验下来都还算不错，都是中规中矩，就除了行李接不上这个问题，但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，主要是前面那一段飞机 delay 太久了。就到早餐的时间，有没有发现我临时被换了位置？因为空姐在收饮料时把整个饮料打翻，洒得我整个位置上面都是。好像我当时不在位置上面，只能说是哎，水逆中的小确幸啊。早餐的顺序很奇怪，他们反而先上了水果，而且也可能因为沙航是 drive fly 的关系，所以在饮料果汁的部分选择性就多了非常多。不过他这上菜速度真的是很慢啊，毕竟他都要帮你把餐具一个个摆正摆好。等一个天荒地老，终于等到了上菜的时候。早餐的部分因为没得选了，就是两个太阳蛋配上一块猪排，还有一些青菜。否则像我这种不敢吃猪肉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点猪排早餐呢？不过我最害怕的事情说来就来啊，这汤真的是大水逆。这块猪排的肉味真的是超级超级重，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所谓的猪肉味，但我真的非常害怕这种味道。于是我只好用这个非常漂亮的胡椒罐，把整个蛋上面都撒满胡椒，压过那个味道。好的，那我们目前已经安全降落在利雅得机场。这段沙乌地航空的飞行体验真的是一言难尽，但也是觉得非常有幸可以体验这么特别的航空公司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一起看我怎么抵达法兰克福的吧。哎，结果连落地都是这种 bus gate， 真的是有够衰。